动作。那第一个的话，它要做什么呢？投影片一要设定，第一个在右下角哈、哦、插入一个视讯哈、哦，然后呢位置哈、哦，这边有相关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那位置跟前面类似的、哦、用法一样。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要校对的效果。那这个视讯呢，以往如果你要做一些，比如说它的亮度哈、哦、没有调整，对比要增加，也就是说可能录的时候呢，光线不太够。好、哦，那对比要调整的话，那以往你可能需要用什么绘声绘影或微影导演之类的工具才有办法做到。但是呢，现在哈、哦，它可以有一个校正功能。那并且哈、哦，在这个外面做一个框。好、哦，那我们怎么做呢？首先的话，开启这一题哦，然后这个投影片一的地方把它开起来。那这个地方要怎么样插入？它已经给我们一个简报档。不过呢，在这个地方右下角，它已经给我们一个哈。哦预设的一个格式，那如果说它在这个框框里面呢，增加的是一个影片哦，特别注意哦，这边有好几个选项，有没有？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什么插入多媒体，不能从这边插入啊、哦。如果你从这边插入视讯，再搬不进来哦。好，特别注意插入视讯哈、哦，以往我们本来是从这边，对不对？那请各位特别注意哦，这一题比较特殊，它已经有一个框框在这里。他要我们直接插在这里，那选的时候不能选上面，一定要选下面，这边有一个插入视这个视讯的功能。接下来的话呢，他会自己去抓到根目录，这是这个档案底下有几个图几个影片。那这边的话呢，他要我们输入插入的是这个图这个影片，所以按插入，那这个影片呢就会放到这个框框里面，刚刚好这么大。OK， 那再来的话，第二个是什么？他的位置按右键哦，其实跟前面一样，大小值位置找到位置哦，它的位置要稍微调一下哦，调 13.5。 另外的话呢，垂直的位置是在这个 8.5。 OK， 那把位置调一下，按关闭这个位置 OK。 再来的话呢，接下来的话是要校对。那播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哦，这个影片如果我希望对比增加40%的话，那怎么做啊？特别注意哦，在这个地方你插入视讯之后，它上方会有个格式，你可以针对这个影片做格式设定，包含刚刚我们有讲过说把它变圆角，对不对？那另外哈、哦，这边有个叫校正的，你可以从这边直接去做校正的动作。那它可以做哪些校正呢？其实还蛮多的。它原来在中间，你可以降低是往那个左上角。它原来的是00，那如果说你要增加是，如果向下的话哈是增加对比，向右的话是增加亮度，所以呢我们不能向右，因为亮度要跟原来一样，我们要增加对比，所以往下一格的话是增加20%，两格的话是增加40%，所以它这一题要我们增加什么？亮度0，对比的话是40，所以记得往下。去调整着，找到那个向下20、40这个点下就可以。那这个时候的话，对比就会增加40%。OK， 第一个就完成。那你们也可以预览一下效果了哈，有没有对比稍微增加一点点？看起来有没有对比稍微强烈？有感觉吗 ？OK 哈，再来的话呢，要在这个外面放一个框框，因为这样播放感觉不是那么好看。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在外面再加一个有点像边框的效果，该怎么做？那在这一题里面已经提供给我们边框了，所以我只要怎么样把它载入放上来就可以。那载入边框哦，特别注意在哪里？在上方有一个叫海报图文框，哦，这个选项什么？实际上这个题目里面也有告诉我们插入海报图文框，所以在这边点一下。那从哪边取得呢？从图片来自于档案，因为题目已经有给我们那个这个图文框的档案，那我们找到的是根目录底下。在 ms.csv 里面找这个里面，它要我们找的是第一个，所以第一个选择按插入。各位可以发现哦，这个海报图文框呢，它就会帮我怎么样呢？加入到这个里面来。不过特别注意哦，刚刚点击你要点旁边一下，它这个图文框才会被加入进来。OK， 第一个我们就完成的这个投影片一的设定好效果。那投影片二的部分的话，我们要做哪些设定呢？这题目里面哈，要我们做什么超连结？好，超连结题目二在这里，将内文文字设定超连结，然后呢，连结至相对应的投影片。另外有工具提示啊，工具提示跟刚刚那有一题好像是406也是类似，就是
那个提示邮票放上面会自动显示出来那个名称，然后与连结文字相同，也要设定这个。如果你没设定的话，也是没有分数的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对应？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这样：第一个选取它，好，然后呢按 Ctrl C 或者按右键复制，复制之后的话呢哈，再做超连结，连结到哪里了？其实你会发现哦，水波背景有没有？它其实就这一个。光影特效就这一个，它都有个对应，所以底下的话会有四张图影片对应到一样的名称。所以第一个哈，我先把这个名称先把它复制一下，再来的话按右键，我前面讲过嘛，如果你要做超连结的话，当然你可以从插入里面有超连结，或者是按右键有超连结。那我的习惯是右键超连结比较快一点。好，那再来的话呢，在这份文件中的位置哪一个呢？水波背景。另外哈，要显示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工具提示？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哦，也要把它加上水波背景。如果你没加的话，这个部分就没有分数了。OK， 确定。好，再按确定。那其他也是一样，光影特效，哦，把它 Ctrl C 一下，然后按右键超连结，好，然后这边的话呢，光影特效、工具提示再贴上，好，所以这里的话要做四次了哈，快速把它完成好了。然后选取，按右键会比较快一些些哈，然后时尚 ，OK， 按确定，然后婚庆背景，按右键哈，超连结，找婚庆背景 ，OK， 好，很快的就把它做完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了第二题部分。再来的话，第三题要做什么呢？将投影片三的什么呢？视讯书签移除，并且呢视讯效果哈，紧密反射相连。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刚刚有加书签，可是如果书签移除的话怎么移除？其实它的方法也差不多。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投影片三里面的话有没有书签呢？看一下有没有书签在这里，对不对？那这个有没有书签？这个也有书签。所以我如果要移除书签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点击它之后呢，找到格式里面的什么呢？更正一下，应该是播放里面哈。播放里面哈，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影片的地方，刚刚有新增，对不对？新增主要你是播放之后再去新增嘛。如果说你里面已经本来有书签的话，它就会出现移除书签的选项，把它移除。OK， 这个时候就没有书签了，点这个把书签移除掉。OK， 那我们就把书签给移除掉了哈，那就完成了移除书签的动作。再来的话呢，我们要什么视讯紧密反射相连。OK， 那这个部分怎么做？我想先讲到这里好了哈，请各位先完成到移除书签的动作，等一下再来看后面的部分好了。再来的话，那个效果哈，比如我们这个效果要做出什么效果呢？这边有格式里面哈，那他要我们做出的是那个叫做视讯效果，所以其实你只要找到格式里面的视讯效果，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叫什么呢？反射，紧密反射，所以你可以找到反射，啊，然后反射里面会有一个叫紧密反射，应该是第一个吧，啊，反射里面的紧密反射，第一个这个地方点选就可以。那因为我有两个影片要同时做的话，建议各位哈，按 Ctrl 键呢，先把这两个先选取。然后呢，再套用什么呢？套用那个视讯效果里面的反射，第一个就紧密反射相连。那这样的话，这个效果就做出来，有个视讯效果叫这个紧密反射相连哈。那至于这什么效果，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你会发现这边有这么多的视讯效果，哦，这个可能要试一下哈，才会知道这个效果哈。OK， 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再来就是下一个投影片四第四题啊。再来就将两个影片剪辑视讯还原成原本的影片播放时间，这一题有点像前一题的延伸题啦，就是说前面是剪辑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剪辑之后你想要把它还原，该怎么还原？其实还原跟剪辑的方法几乎都一样，怎么做呢？第一个切到投影片二，投影片四啊，然后呢再来就是找到播放的地方。那播放的地方刚刚是也从这边去做那个剪辑视讯，那一样的方法你可以把它点下去啊。如果要还原的话也非常简单嘛，就把它什么移到头，移到尾，然后呢再确定一下有没有到头跟尾，如果有的话呢按确定不就好了。 OK，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播放里面的那个剪辑视讯，对不对？那你把这个它有剪过，对不对？不过它这个剪过只是一个位置的哈，不是真的把它剪辑了，所以确定一下是不是头跟尾，是的话按确定。那这样的话呢，就这个还原成那个原本的播放时间了 ，OK， 哦，那第四题就完成了。再来的话，第五题啊，第五题要做什么呢？这个时尚背景，那题目里面要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把这个地方，视讯播放什么时候开始呢？哈，原来是按一下才播放，那这里的话是直接进到这个投影片就自动播放，并且取消哦，特别说取消什么呢？不播放隐藏起来，隐藏的地方。把它打勾取消，循环播放直到停止取消，所以取消两个，修改一个 ，OK。所以第投影片五的部分，我们切到投影片五，再来的话哈，那怎么去修改呢？特别是要点这个影片之后哈，再到哪里呢？播放，播放里面的话，这个有点像是之前那个播放声音类似的方法。那什么时候开始？本来是按一下才开始，这个时候把它改成自动，并且取消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不播放时隐藏起来，取消，然后呢，循环播放直到停止，取消，这样就可以了。那因为有两个影片啊，所以呢，再做一次，自动取消，取消，就完成第五题了。OK 哈，所以这个动作其实还蛮机械化的，但是你一定要做对啊，你少做个动作。你少打一个勾没分 ，OK 哈，好，那再来的话呢，第五就完成了。第六呢，设定投影片六，使用连接的方式插入影片哦，连接的方式哈，然后呢，大小、高度这边都有要求 ，OK， 还有大小、高、宽跟高都有了，还有就是水平距离跟垂直距离，垂直都有哦。那我们怎么样？来加这个用连接的方式来加入两个，一个是这个什么 PPD Mary 1跟 Mary 2哈，这个地方加的方法哈，我们先切到投影片6，那插入连接方法特别注意哦，就是跟刚刚一样的方法，记得不是从上面插入哦，插入视讯是错误的，记得从什么呢？这地方点击，这个是 PPD Mary 1，第二个是什么？PPD Mary 2，然后再去设定什么呢？它的大小及位置，点下去有没有 Mary 1？就这个按插入放进来了，这个地方再插入 Mary 2，按插入 OK。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用连接的方式把影片放进来啊。特别注意哦，它所谓的连接就是说，如果你将来把你的剪报档给别人的时候，请注意一定要放在什么呢？同一个资料夹里面一起给对方，不然的话你将来只有给他剪报档，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会怎么样？没有视讯档，找不到。那这个问题其实好像在以前加声音的问题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插入一个声音，就是声音档没有一起给对方的话，他也是听不到声音，因为它是连接的方法啊，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那加上去之后的话大小及位置请自行再去设定了，我想这个设定太多了，我们这个就不再做示范了，各位自己再按右键哦，大小及位置再去把它做变更。那变更完之后的话，我们就完成，我看一下大小有没有，这个我想前面做应该大家都会哦，只是说特别注意哦，那个小数点不要打错字就好了，常常有同学哦，他其实都会，但是呢就是很粗心，明明是 8.89, 他就给他打成 8.98, 啊会不会对啊，就是错啊，所以差一个都不对，他说明明我都会啊，为什么我成绩会这么差？因为粗心嘛 ,OK, 就是这样齁。所以这里的话呢加上水平垂直水平 ,OK, 那这个部分两个我想应该没问题。再来的话呢齁，将两个影片套用什么海报图文框，那这个也做过了，就是这两个这边那套用方法怎么套呢？点下去对不对，海报图文框选择什么呢？选择我们的根目录底下 C 碟底下的这个5的部分，按插入有了，再点一下齁，所以这一题其实很琐碎了齁，但是不困难，直接只是按 Ctrl 2
Ctrl 两个一起。哦，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这个没有试过，这样两个好像不行。它海报图文框一次只能一个哈，所以没办法偷懒。哦，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如果说一次可以做两个，那当然最好了。不行，好，所以只能够一次做一个。OK， 那套用上去之后的话，我想就完成。那最后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他还要求我们，所以这一题哦，太蛮长的哈、哦。将投影片二到六的标题文字输入到备忘稿区域中。什么叫备忘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一下？所谓的备忘稿，就是在下方这边不是有个备忘稿？那你可以怎么样呢？把上面的这个标题Ctrl+C， 再到下面的 Ctrl+V 贴上，那下面都一样，所以应该大家都会做了哈。符合选取啊 ，Ctrl+C 到下面 Ctrl+V， 好结束。所以最后的话呢，把它另存新档，应该就可以平档满分。啊，最重要的这一题其实就是琐碎，动作多，但是就是要很细心。啊，可能比较容易出错的，应该我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影片哦，投影片3里面它有一个这个叫做视讯效果，有没有紧密反射，这个效果叫紧密反射相连，有没有 ？OK， 你如果找得到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再来的话，我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哦。OK， 结束。OK， 好，那这一题应该也是可以评到满分，没问题哦。刚试一下 ，OK， 那只是说比较琐碎，尤其是那个第六小题哦，那个地方特别注意哦，它数据非常多，一个小地方错误的话哦，后面就会跟着全部错了，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哦。